小蚊子快跑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岩浆下降啊，走啊！我还以为什么呢？不就是岩浆下降吗？我分分钟通关，小意思，而且200秒才下降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可是超级难的跑酷，你没有发现这里没有什么复活点吗？只要失误就要从头开始跑。是哦，复活点那么远，这要失误一下，不得重新跑？难怪你说难呢。不过没事，我可是跑酷大神来着。就算是跑酷大神，也不可能一次都不失误吧？小王子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别小看我，你看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这怎么失误？无非就是稍微多花点时间而已。这里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，以免不小心掉下去。好险，还好二段掉成功了。果冻，看我的吧，绝对不会失误。你看我信你吧。放个以防万一。果冻，看到没有？没有失误吧？是吧？你现在五分之一的路都没跑过，但是岩浆马上就下降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哼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那我加快速度不就好了？不行不行，还是不能着急，着急容易失误，我得稳一点。哇，不是吧？居然还有那么多的路，这要跑多久啊？小王子，你先失误了哦，岩浆马上下降了，我看你怎么逃，让你自大。完蛋，没时间了。这里小心点，要被灌木丛扎到。按住潜行，慢慢走出去。果冻，其实也不难吧？不难吗？你抬头看看岩浆吧，马上就到你头顶了，你连一半都没有跑的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哼，不是吧？怎么岩浆就来了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加快速度了。没用的，你已经失误了几次，是没有办法通关的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？这里跑步很简单。我去，还好保存了复活点，不然又得重新跑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岩浆追上的，只能跳下去保存复活点了。又失误了，完了完了，岩浆来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糟了糟了，岩浆已经到了，逃不掉了。我说了吧，你是逃不掉的，我看你怎么办。